Hello， 大家好，我是许光汉，我今天要来挑战 Fog 的造句大赛，来哟、哦！第一个，演唱会、啊、第二个，升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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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黏黏的。我觉得。我今天身上天哪，这个好难哦。我今天身上穿的整套衣服让我的体温逐渐升温。然后穿起来感觉又黏黏的，颜色的话像一个五彩缤纷的演唱会是什么。好，不行，我放弃，我放弃，我觉得笑太烂了。真的蛮烂。今天第一个妆容呢，我使用了 Dior 的九宫格的眼影盘中的粉雾色的眼影。那我是使用的是单擦，当然你也可以叠擦，营造妆容是比较浓淡不同的妆效。那搭配了同色系的唇膏。粉底的部分呢，使用了保湿透亮的水粉底来衬托家苑的好肤质。第二个妆容呢是质地的变化，比较特别的是使用的是粉红色的眼线在眼尾做拉提，搭配同色系的眼影和唇膏。另外在颧骨和鼻梁处刷上提亮的修容，这样显得妆容比较俏皮又有个性。这个真的很好画、啊、因为我是右眼比较顺手，所以我刚刚一笔就画完。嗨 Vogu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柯佳燕，今天破天荒的要来教大家我的一些美妆小技巧。像我自己就化妆的时候重点比较会在眼睛，然后尤其是眼线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会喜欢用眼线液就胜过一般的眼线笔。我的眼睛我的眼型的话，因为双眼皮没有那么明显，但我会希望眼线画上去之后还是看得到有双眼皮的感觉，所以我会画比较里面就是内眼线的部分，然后再去加强眼尾，先描，然后把，哇天啊，一边化妆一边讲话好难哦，我从来没有在化妆的时候这样讲过话。就当你里面整涂满之后就可以拉眼尾，把它拉出来，好好画哦，这个怎么会这么好画、啊、好，这样就完成了一只眼睛。我会习惯拉长一点，然后会比较平拉，不会，但是看每个人，有的人会喜欢最后眼尾是飞上去的，就会感觉比较有精神，但我会希望眼睛可以柔和一点，因为我的脸部线条算是比较刚比较中性一点。眼线画完整个人感觉就很有精神，其实已经可以出门了，可是如果你还更需要再有妆感一点的话，还可以加睫毛膏，我会刷在可能是眼睛的中间。哇好美哦。然后有时候我会下睫毛也会刷一下。好耶，完成了，眼睛变得很有精神。然后其实平常我只要稍微有一点眼妆有眼线就可以出门了。希望大家觉得好玩啦，会觉得无聊吗？哦好啦好啦，好，谢谢谢谢大家。皆さんこんにちは、荒垣結衣です。好了，开玩笑的啦。大家好，我是柯佳燕。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的开工包包，让大家知道我平常工作或是拍戏的时候包包里都带了什么。我就一个一个拿出来咯。我包包里会有的东西就是帽子跟太阳眼镜，戴起来就是这样。怎么样，认不出我了吗？平常工作尤其是在剧组拍戏的时候一定会准备一个保温瓶。我们好快需要打开吗？好像不用。好，那我先介绍那个厨房的组合好了。我一定会准备一些零食在身上。然后这阵子剧组很流行的就是小熊软糖，各种软糖，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现在这一包它是牵手的小熊软糖，他们是两个一组手牵手，所以不要把他们分开，要一起吃。然后再来就是我几乎每天工作的时候都会得到的香蕉，是我的助理很贴心的写给我，他会依照当天工作的性质，然后写出不同的内容，有时候是一些鼓励的话，这个很贴心。再来就是我有时候会带本书在身上，在空档的时候可以看，也算可以打发时间了。然后这本书是许芳怡老师的《我心我行》，因为我很久以前跟许芳怡老师上过课，去上一些关于身体的开发跟律动，很欣赏许芳怡老师。然后某一天逛书店的时候，刚好看到她写了这本书，是有关她在40岁之前可能遇到的一些人生的瓶颈，然后她经过一些过程找到了出口，这样，然后就买来看。再来就是要跟大家介绍我的两个很重要的包。工作一定会带的，我们先看大包里面有什么。这个是我在拍戏的时候服装组赠送给我一个我觉得蛮好用的防晒喷雾，它是韩国的品牌。这个是一罐花蜜凝露，然后非常的清爽跟保湿，而且它的味道很香很舒服，有时候在化妆前是可以湿敷的，所以会带在身上，就像今天化妆前也许就可以敷个脸。名字听起来很好喝，如果你真的很渴的话，它的成分也是很营养的。好，这个是一个喷脸的保湿喷雾，这个我觉得也很好用，是它的喷雾很细致，然后味道也是非常的舒服很香。其实有时候我不知道这样化妆师会怎么样，但其实我有时候就不管，我就是会拿出来喷这样，它味道非常的香。再來就是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香水，然后因为它的瓶身大小还蛮适合随身携带，我会带在身上。有时候在外面工作一天时间很长，到了下午我还是希望自己可以香香的，所以我就会拿来补一下香味。再来是我的化妆包，小小的补妆包。哦，这个我会随身携带一个指甲油。然后为什么会带指甲油？然后选择这个颜色是，有时候工作，我觉得算是带着以防万一啦。你不知道今天会化什么妆，或是穿什么衣服的时候，不是很确定的时候，你可以带一个像这样裸色系肤色的指甲油，这个可以搭配很多妆跟衣服，我觉得都会带一个在身上，以防万一。然后这个是我蛮喜欢的一个，算是。大家都说是唇膜，但我其实就是把它当护唇膏使用，非常的滋润。再来就是这个最近很喜欢的染唇露，然后它是我很喜欢它，是因为它使用起来的质地感觉是水水的啊，我很喜欢这两个颜色，所以我会叠擦。好水哦，其实我给大家看，但其实我很舍不得把它画在手上，我觉得好浪费。它的质地很水感，我不会讲哎，很清爽，然后非常的持久，我很喜欢，就感觉你可以涂了这个之后还是可以吃吃喝喝，然后气色还是看起来很好，好喜欢这两个颜色，差不多。但如果只能带一样的话，我觉得搞不好我会带香水，因为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希望我可以香香的。我还是希望我经过任何人旁边，就是大家对我留下的印象都是香香的。我应该会带香水。